警报于111年1月12日啊凌晨2:20左右啊，接获民众报案，于文龙东路某巷弄内有人在砸车。啊，警方到场后初步了解，为巩姓男子与女友因为感情发生争吵，争吵过程中谈及分手，造成了情绪较为激动，现场既有3台汽车车损，以及一台机车车损的部分。全案警方正积极调查，厘清案情，依法侦办。